看到有很多有特异功能的人，特异功能的人，那当然、啊、这个可能还有天生有点能力，过去生时有有特别去努力过，得到一点小能力。那我有时候都替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没有好好认真，好认真去去啊，在之见上没有认真去用心深入精进，很容易就走岔路去了。 啊，那大家其实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小朋友的时候，哎，还蛮有特别的能力，比如说看到上一世，啊，或是看到什么啊，书圣的，啊，比如说看到天人啊，啊，啊眼睛呢比别人比较清啊,啊,啊，然后呢各方面都很敏锐，可是长大以后。 啊，长大经过青春期之后，他能力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男女欲望一线前，这个就，这个就，他能力就降，就就损掉了。所以最损我们能力的哈，本有的能力就是淫欲，最损最损就是淫欲，它会耗掉你所有的精气神，耗到直接干枯为止。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其实结婚之人我都劝他说：，除非你要传宗接代，要不然尽量放行。结婚的人哈，我还是劝尽量不要有太多男女的那种、那种男女之事，尽量少，降到最低，因为是保有我们的身心精气神，你不要去，不然你你只有越来越混浊而已了。 好，只要让身心又越来越乱掉。好，有人说：“师傅啊，现在外面好像学说不是这样讲。”我说：“不是啊，现在的人呢、啊，我们现在的医学讲的是在有时候会误导众生。我觉得我们古人所留下来的这个智慧真的是很珍贵。那底下得到五神通，还要自知度外。” 你即使有五神通，五神通，我们讲六神通嘛，那前面五个神通呢是共外道的，只有肉净通是佛教独有的。前面五神通就是神足通，啊，天眼通、宿命通、天耳通、他心通，啊啊等等，这些这五神通，像是光神足通就有分呢。 神足通有有那种啊，我这样飞过去，或是一念就到，这两个差很多、哦、大家懂意思吗？神足通啊，你想到哪里一想就到，跟你慢慢飞过去，呵呵这两个差很多啊，这这这两个都是叫神足啊。那在这个这个，所以神通它本身是有有有粗浅、有高深的分别。 那我们这些呢，都得放下，置之度外，你才能够得到漏尽通。因为这些神通是你本来本有的，你没什么，你本来就该有的，你不要因为有了，反倒去觉得啊，我怎么有这个，好像变成要去求它，求有神通，那就不好了。那你反倒本末倒置，颠倒。好，本有的东西慢慢恢复的时候，你不用。 太欢，不用去贪着，你就当平常一样，那只是个普通，没有什么，这样叫让他置之度外，那种、个、贪着心置之度外，你还得要按照平常的一样。你看佛陀去托钵，有飞去托钵吗？没有，他还是走路去托钵。着衣持波入设为大城起食，对不对？《金刚经》里面前面就讲，他还他还穿衣。 啊，吃播他可以不用吃饭了，因为佛陀一定是成天至少有啊，好，他都已经是佛了，他他的身他的色身啊，随时是，他是不用什么，他根本不用靠这个吃的，可是他还要赐给众生看，要平常，跟众生一样，穿衣服一样，走路一样，好，那个动作一样。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利益众生啊，要跟他一样才有办法利益这个这这些这些我们这五浊恶世的众生，啊，那我们要把五神通放下，你才可以得到六神通。果一贪着你就很难了，一贪着你这个就就不但难进步，还可能会退堕。好，好，我们来看。 第六十五页，它、啊、第倒数第三行，这一这一段也很重要。好，我想，因为这几段哈、啊，全部都讲中一些重点。好，我们来看，念佛之人当存积得往生之心，若未到爆满，亦只可认缘。 倘克其欲生，若功夫成熟，则固无碍；否则，只此求心，变成魔根。好，这段在讲什么呢？好，在讲有些人呢，念佛，他就一直想要早点走，他只求他早点走，他的寿命还很长。 可是呢，他却要了，他觉得我不要这么长寿命，我就要早点走。这个呢叫做太刻意，好，太刻意，这样子的话啊是有障碍的，你会变成是会着魔。所以味道爆满，你没有到若味道爆满是还没有到你今生的果报，就是寿命的报，寿命的报还没有圆满，你的寿命。 到几岁到几岁，这个这个果报还没圆满，你就只能随缘，你不要求早点，哎，不要说太过刻意强求早点走，这样是是很这样是不好的，是有损的。可是有个例外，倘克其欲生，若功夫成熟，就没有障碍，就是克其欲生，我呢就。 归我就在这短期内，我就想要往生。如果你功夫已经很成熟，意思是你很自在了，你念佛已经念到很自在了，你想走就走，想去就去，这时候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就这个当然就不用谈，的是另外的。可是这种人很少，几乎很难看到了。哈。这个是这个就是。 像那个盈科法师啊，我们不是常讲的盈科法师嘛？他本身呢造了很多业，后来呢，他觉得自己要下地狱了，啊，觉得自己很难过，造了自己出了家还造那么多恶业，就人家劝他念佛，佛呢他还是可以射受，他就拼命痛哭流涕，大忏悔，把自己关起来念佛念三天，拼命念佛。 啊，练到就是二十四小时一直练，一直练，而且痛哭流涕的练，练了三天，真的把佛练来了。然后佛呢，就是现在他前面跟他讲，弟子啊，你还有十年寿命，我十年后再来接你。结果迎客法师就说，啊，阿弥陀佛，我不要再过这十年了，我习气太重，再让我十年，我可能又在造恶。 所以求您老人家让我早点走了，这是例外，哎，这是真的事情啊！哈，这大家都听过的事情，这种是例外。那因为他觉得自认为自己实在是习气太重，如果再让我再多活，他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了他自己的习气呀、啊。好，但是他还有十年寿命。那么阿弥陀佛就跟他讲：好。 啊，就答应他，那我三天后来接你。那英科法师就走出他的疗房了，因为已经念佛念三天了，啊，走出疗房跟大众见面，然后跟住持师傅告假。好，那大家也是啊，就半信半疑的送他，就他真的走了，好，真的就往生了，自在往生。这个呢，就是味道爆满。 你还没有到你的寿命，可是呢，啊，这是克其欲生。这个除非是像类似像这种的，那佛那是交给佛做主了。啊，佛陀只会看你的因缘。好，我们来看，否则执此求心变成魔根。如果你这些，如果你。 这个一直求往生的心，这就是魔根啊。好，那我们一般人不要这样，我们就随缘任缘随缘来念佛就好。唐此妄念结成末解之团，则显不可言。这个是一个问题哟、哦。有些人说啊，我要早点死，我要早点去，极乐时间，我要早点去，早点去。这个早点去的执着心，就是这个妄念哈。 结成你解不开的团的时候，纠结在你心里，那就险不可言，那就很危险了。这时候也有可能成精神病啊，精神病那这样就不好，好，就危险。所以不要有这种太强的这种心，好，好，我们看下面最后一行：尽报头尘，乃无人所应尊之道。 就是尽我们这一报，这一个寿命的果报，好，看看我们到什么时候往生都没关系。我们就投诚、诚心来念佛，那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方法。好，翻过来六十六页，灭受取证时戒经之所生呵之言，灭受取证，这个是不好的。 很多这个在佛陀哈、啊，他在他不是只有戒经，在他律律典里面啊，他就有谈到不要灭受取证，佛陀是喝者这件事情。啊，佛陀是喝者的，好，原则上佛陀是很喝者。好，底下《范网经》里面有讲到、啊，哈，《范网经》后纪云，我们这个小字里面。 即我着相者，不能生是法；灭受取正者，亦非下种处。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小字《饭碗经》后记云：“啊，即我着相者，不能生是法。这是”这里是这地方是谈到持戒忍辱持菩萨戒，修忍辱不容易。好。 如果一个我执很重的人，你很难能够成就这个持戒忍辱，很难成就这样的法。那么灭受取正的这样子的人呢，亦非下种处，也不是你跟他讲菩萨戒法的的那种根器，意思是他也并非修这个法的根器，所以。 他引用这一段意思是：面授取证并不为佛陀所认同，佛陀是不认同这样的。啊，大家回去可以看这个《梵网经》的呃前后文。啊，这个只是截一小段哈。下种处就是为他种下菩萨戒的种子，为他种下忍辱啊以及啊修这个菩萨戒啊的戒法的各种这个法义的种子。 如果有灭受取证这个概念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也不适合来走这个菩萨界。所以这个灭受取证是一个问题。这不过在佛陀那个时候，阿罗汉哈、哦，他刚刚前面有讲，如果你已经自在的人是固然是例外，可是自在的人要灭受取证，佛陀也尽量叫他不要。 所以以前的阿罗汉，有些人他早点要往生，他自己可以自在，因为他自己随时就可以走，正四果罗汉。可是佛陀还叫他不要这样子，啊，好，不要啊，尽量不要这样，除非有特殊状况。好，像佛陀快往生的时候，有些罗汉哦，不忍心看到佛陀往生，所以他们会。 少部分罗汉赶着佛陀还没往生前，自己先灭度，因为不忍心看他的导师佛陀先走，所以自己先走。啊，这个是那个时候有发生这样，可是佛陀还是喝责的，他不愿意人家这样。那么佛陀灭度之后，也还有好多罗汉，他也想我也就灭度了，因为佛陀灭度了。 因为罗汉他本身哦，他的心是，他的心就是自利了，他比较没有在，他对利他是随缘，没有愿力，他不是有愿的利他，他是随缘的利他，而、啊、随缘呢，他智慧也还不是有菩萨智慧，所以呢，他想灭度他就要灭度那么佛陀灭度之后呢，很多罗汉准备要灭度的时候，就有一位尊者出来叫大家不要灭度。 是哪一位尊者、啊？迦摄尊者。那为什么叫大大大家不要灭度呢？就是要结集佛陀的经律论啊，经律结集三藏，他要结集佛陀所有的教法。所以第一次结集五百罗汉，好结集，就是叫这些罗汉不要灭度，你们要你们留下来还有用意的，你们还有很大的责任，要把佛陀所有的教法都背出来，全部背出来，背给下一代听。 让下一代又把你背起来，好，然后再传给下一代，所以他们是有重大任务。大家结集，哈，就是大家聚聚集在一起，互相背诵，那么互相背诵，互相来就是看看哪里有错误要纠正，啊，把整个教法全部弄得清清楚楚，然后传给下一代，啊，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他们只有用背诵的。 文字是到后来才有，所以那个范文哈，那个那时候范文记载啊，那些那些呢都是到后来才有的。好,好，我们来看啊，六十六页第一行下面，但当静静静成求速生，不当克其定欲极身。好，就是你呢。 只能诚心的求啊！如果能早点走，那就早点走吧。可是你不要执着到要早点走，所以不当客其定欲己身。你们不要给自己说啊！我在磨。啊，我呢在某个时间内我一定要走了，不能这样。好，那这样就很危险。学道之人心不可偏执，偏执或至丧心病狂，则不为无益。 而又害之，好，这、就是我们不要偏执。这样子的话，好，很容易导致丧心病狂，好，这样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有一次，我有看到有一个居士，那我看他真的是蛮可怜的，他妈妈把他带过来，他看到我就一直拜，一直拜。 啊，然后一直拜，一直念阿弥陀佛。那看到人家也拜呵呵，不是我拜而已，看到别人也拜，看到每一个人都拜下去，他两眼无神，他已经是精神病了，两眼无神。啊，我是，我是觉得啊，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他是不知道是受什么太大的打击，然后当然他,他不是因为修行很用功造成的。 他是因为打击过大，被别的事情打击过大而造成的，这是他母亲的提到。好，他并不是因为修行用功而造成这样。啊，打不知道是经是感情啊，哦还是什么？女众应该是感情。好，那她是她是女众，一个年轻女众。这个当然不是这里面要谈的，我只是想到跟大家讨论到这样子。 不还好，他也是有这样啊礼佛啊，慢慢礼佛的，或许久而久之也是好事了，啊，慢慢转他的业。但是我我们如果在修行这条路上对法上偏执的话，那就危险，那是自己造成的业，啊，不是过去生的业感招来的，是你自己招来的，所以。 啊，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正直正见，不要给自己加上这个无谓的这种障碍，啊，没有意义的障碍。好，我们看第三行下面，今夜若守，今日吉生更好；若未守，吉欲往生，变成揠苗助长，就是。 如果你今夜成就，你已经来去自在，那你今如果你已经没什么责任了，今日吉生更好。这个就是这句话，不是劝说你今日成就就要早点走，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你如果假设你真的特殊状况啊，觉得也没什么责任，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是你来去自在的时候。 但是，一般的人，这个是很少。好、啊，那我们来看，如果没熟的话，你静业没有成熟，而且你又硬要求自己要早点往生，克其取证，这样就揠苗助长。好，那这样子的话，底下诚口、魔事一起，不但自己不能往生，且令无知贤退信心，为念佛有损无益。魔人即是阴见。 这其害实非浅显。这地方是有这位这这个地方呢，就是讲有个居士，有一个有一个修行人，他出了问题，好，那么一直要克其往生，后来造成很多问题，让人家修行，让其他看到的人失去信心。所以呢，印光大师就把这个。 啊，写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登在《大云月刊》上。好，好，这个是我们修行人要留意的，一切要随缘，用心但随缘。好，好，底下，岂、嗯、将决定克其之心，改作唯愿速往之心，即不速亦无所憾。 就是我们要客气。我在短期内，我不要给自己说啊，我要短期内我就要往生，而改成我能早点走是好事。这种愿速往之心，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柔和多了，没那么激烈。好，这样的话，即使你没有尽速往生，也没有什么遗憾，你也不会去执着。但至诚至敬，以其尽报往生之可。 无造妄团结，自招魔式之祸。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很恭敬、诚、很诚心的敬起这敬你这一报往生就好，这一个寿命之报往生就好。你这样也不会有妄造啊，造、呃、妄团结，这个团结就是心纠结，像一团一团的纠结起来。 啊，将会遭会招致到模式之祸。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下面谈到回向。好，好，我们这个今天讲这个时间快到了，这个回向最好是一个专题来讲比较好。 我们先看一下大家手上看的这个哈，这个呢是西方净土发愿文。这个本来是我要在这个今天这个回向的最后面哈，我们翻开到六十九页，好，翻开六十九页中间哈，六十九页中间有个发愿，有没有看到？六十九页的中间呐、啊，那一段发愿哈，有没有看到？ 发愿当于朝暮念佛必死这一段哈，这一段隔壁那一行，好，如果要要回向发愿的话，要用什么文呢？宜用莲池大师《心定净土文》，这个是指你比较有空的话，有空的话念长一点的文，你可以选择这个。我现在给大家的这个，这个是结缘的哈，这个供养大家哈，大家带回去哈。那。 如果你没有时间用小净土文，小净土文就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啊，这个这一段哈、啊，或是十方三世佛阿弥陀为第一啊，这一段哈、啊，这个呢是小净土文。那么如果你时间长，你就用这个啊，你比较有空。那原词，呃、哎，那个英国大师劝我们念莲池大师的这个发愿净土文，这个文很庄严哈、啊，很庄严。 那么这个文在背后哈、啊，来我们翻过来哈、啊，背面它是到中间这一段为止，好，同源种质这段就结束了。底下这段是我把它列出来，列出来就是让大家好练哈。啊，但是它这个文呢，只是啊，只是到中间这里就结束了。好，好，那这个是我现在今天供养给大家的哈。啊，我们下个礼拜哈、啊、再来。 讨论这个专门来讨论发愿回向，啊，因为这发愿回向很长，啊，几乎可以讲一节课。今天呢，我来讲几个两三个小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故事呢是范仲淹。范仲淹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哈。如果那历史上很多伟人哈，范仲淹真的很特殊。 他是身在是非之中，心超越于是非之外。你看他很强力的改革，结果会被贬，贬到洞庭湖。啊，洞庭湖它不是有个岳阳楼嘛？岳阳楼就是他去盖起来的。岳阳楼上面不是吟一首诗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乐，哈，就是他范仲淹，哈。 那范仲淹哈、哦，有一个故事哈、哦，我觉得蛮不错的。他家里有一块宝地，风水宝地。他家里啊，风水宝地。一般能看到风水宝地，他的想法是什么？赶快把祖先移到这里，葬在那里，啊，让他的后代可以非常好。大家的想法是不是这样？或是赶快风水哈、啊，那个方位看好一点，把房子盖在哪，啊？ 那让我们自己的后代哈，自己的那个那个那个后代哈，能够出一些好的后代，好或是让自己比较好一点。大部分对风水都是这样看，可是范仲淹不是，他是怎么做的？把他捐出去。风这个风水宝地是宝地，而且是真的很好的宝地。他捐出去做什么呢？因为他是当官的嘛，范仲淹本身是当官，那么。 他把这个风水宝地拿来盖学校，盖那个那个这个教育的学校，拿来盖学校。那因为他是风水宝地，所以这个学校就会出很多好人。那他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学校啊出很多好人，就把这个学校盖在他自己的风水宝地上，捐出去，捐给国家盖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出了多少好人啊？四百个进士。 一千多年来，哈，从他捐出去，好，捐出去哦，好，那这个学校出了这一千多年来，啊，在资料上记载，出了将近四百个进士，八十多个状元。你看一个学校，它利益多少众生啊？好，帮助多少人？而且通常风水宝地、哦，哈，还有个特色。 如果是出好出好人，他就是一直出好人，比较难出坏人。<laughs> 好，所以这个学校，你这个进士会在这里面出进士，大概都是好的进士了，好的状元了。那这个状元能够利益多少众生呢？状元都是当，一定是当官嘛，因为古代状元就是要当官的。好，那因为他这样子的功德力，让他的后代，好，到现在还非常旺盛。 一千多年来，范仲淹的祖子孙们都还很旺，啊，这叫做那个量大福就大，啊，量大福就大。他有个比较有名的故事，啊，可能还有很多人没听过，就他小时候去去请人家算命，对不对？小时候嘛，请人家算命这个故事，啊，那他跟算命先生讲说：“我能不能做宰相啊？” 啊，这个算命先生就觉得说，你这个小孩子口气还真大。他一那这个范仲淹哈、哦，就觉得不好意思，他就改，就改成说，那我能不能做医生？啊，这个这个算命先生就很好奇，因为医生跟宰相差很大。什么叫差很大呢？因为医生在那时候算九流之人，不是上流之人。好，医生在那个时代，他是他并不是一种。 好，很好的那种，好。那你不做，没有做，不提宰相了，那提医生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宰相可医国，如果没有做宰相，那我至少做医生可医人啊。医生可以医人所以他心心念念的为众生。那、啊、这个这一位。” 这一位算命先生就跟他讲：“依你这份心，你绝对可做宰相了、啊。<laughs> ”后来呢，范仲淹慢慢长大，他很穷困。范仲淹小时候是很穷的，穷到什么样子呢？他在一个寺庙里面念书，破庙，小破庙，在里面念书。那个念破庙没多少的出家人，好，他借借他们一个小地方念书。 苦读，他穷到吃饭煮那个粥啊，煮到很稀很稀，然后呢，好，然后让他啊、呃，就是煮那个粥，好，那每天就是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是这样子过日子的。那么在他读书的地方，就是那个小破庙啊，他读书的时候发现他旁边附近有个地方。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发现了一堆金子、银子了，好一堆金子、银子。哦，那个金子、银子是非常多的。他也看到那一堆金子、银子，他心完全不动心，又把它埋起来，啊，然后就没再去想他了。后来他得到功名利禄以后，他做官了以后，真的去做大官了以后，好，那人家呢就跑来跟他要他捐款。 就是这个这个寺庙，因为他曾经住过那个寺庙，那个寺这个寺庙里面的人看他已经，好已经啊得到大官了哈，而且、啊、这个寺庙呢，因为要修庙，那么他就去问他，好，因为这总是很熟嘛，就问他你要不要帮忙修庙啊？他说可以，我他帮忙修庙，他捐多少多少银子，他是很多，这里说很多银子。 按那个庙庙方就觉得很奇怪啊，嗯，你哪有那么多名银子啊？你你你算是个清官，你清官哪有那么多银子、啊？他说你在你的庙里面就有啊，你的庙里面某某地方你挖一挖就有银子了。他就然后他们回去挖，就真的有银子。他就问范仲淹，哎，你怎么知道这银子？他说我当初念书的时候看到。那你都不动心哦，都不把它拿走。 啊，但是那不是我的啊，所以一点都不动心，叫富贵不能淫啊，贫贱不能移啊，啊，贫贱也不会让他移他的那种那种心智。你看这么困苦的情况之下，看到那一堆金子，还是把它放回原处，一点都不动心。好，所以呢，这个范仲淹啊，如果在历历史上哈。 在官场中能够百花丛林过，片叶不沾身，大概就范仲淹是最亲的了。他亲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从他儿子看得出来。他儿子叫范纯仁，范仲淹为了他的小孩能够很纯洁，所以呢取名叫范纯仁，纯洁的纯，仁爱的仁。啊，这个范纯仁真的有他父亲的风范。 以前的官人哈、啊，他也都有一些田租啊，要去收租金。啊，他们租呢都是几斗米、几斗米去收。那他,他的范存仁呢，就奉他父亲之命到某某地方去收租。他呢，这个租呢，他就去收了。他收的租呢是收多少的？啊，收了五五百斗的麦子，啊，五百斗的麦子，他就押这个麦子，押解这个麦子回他的老家。 啊，哎呀，然后呢，然后呢运送的过程当中需要一条船啊，阿呢就就啊就买了一条船，那就在就就押解这五百斗麦子回老家，就在船的岸边碰到他父亲的老朋友，那这个父亲的老朋友，因为他老朋友这范纯仁一定认识啊，哦，就感就很高兴，他乡遇故人。 很高兴，但是这个老朋友、哦、遇到很大的困难，家境不好，父亲往生又还没安葬，啊，那又很大堆问题，需要一大笔钱。这范纯仁马上就把他五百斗的麦子卖掉了，他父亲的麦子，啊，他自己就做主了，就把它卖掉了，把钱就给这个给他这个父亲的朋友，可是钱还是不够，给他朋友他。 那个钱还是没有办法帮上，因为五百斗的麦子也不会说钱到太多了，那还是没办法完全解决问题。结果呢，他也把他的船也卖了，船也卖了，就又给了他父亲的朋友。这时候就帮他解决他的困难然后呢，他就回到京城，跟他父亲报告。那跟他父亲报告的时候，他说：“爸爸，我呢把五百斗麦子。” 啊，卖给你那个老朋友了，可是钱还不够。结果他父亲就马上抬头跟他讲：“那你那你就干脆把船卖了给他。<laughs> ”啊，就他他儿子就当然就讲了：“我正好我就是把船卖了啊，然给然后来帮他解决问题了。你看父子同心啊，啊，父子同心，这个呢就是他仁德之风啊，好。” 这个故事传说很久，我在法国经的时候讲过一次，曾经讲过一次。啊，我是希望说哈，啊,啊，其实他像他这种哈，叫做以德传家。这个小孩他有他父，你看他都看他父亲做事情，他父亲怎么样心胸大，那小孩呢就跟着有一颗仁慈之心。所以，我我们做长辈的哈、啊，那就。 等于是说，以这个以身作则。像我我们儿童夏令营的时候，我最常教小朋友什么呢？路上哈，看到那些小昆虫，我会先教他。哎，当然之前先教他咒语，这个往生咒，往生咒先教好。然后呢，你遇到昆虫要往生的话，你呢就要念这咒语跟他回向。好，所以呢。 参加我儿童夏令营，你一定咒语一定要会背的，小朋友一定要会背啊，至少往生咒要会背啊，其他很多咒啊，你就加减背啊，按大悲咒能背，那我们就大奖品了。好、啊，如果发心吃素，那奖品更大、啊。<laughs> 我小朋友发心吃素是不容易的事，啊，真的有人会举手，好，我吃素。有些小朋友很天真、啊 你跟他讲这个这个这个猪多可怜，那个他他又没经过你同意，你就把它吃了，那你以后别人会不会不经你同意就把你给杀了？<laughs> 小朋友一听他很纯真呢，他就真的他就真的好，那我吃素。你看，你要老天爷救我们的命，我们还吃人家的命，这说不过去啊。他们的头脑逻辑思维很敏锐的。 很敏锐，马上当下就吃素了。很多小朋友可是回去就维持不到两个礼拜，啊，又被其他人给给洗脑了呵呵。但是能够维持两个礼拜吃素也是不错的了。这是我们讲到哈、啊、这个范仲淹。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好，那这个净土翻译文哈、啊，大家回去哈。啊 按照这上面发愿，哈，你们先回去练习，下次愿意的话带过来，哈。那么这个发愿文呢，它呢，它就是你每天好在最后一天的功课的最后，可以把今天功课做一个总回向。这个在下次我就会提到，英光大师也在讲，也提到在一天当中。 晚上的功课的最后，可以做一次回向。那么这个回向呢，一定要有一个发愿回向极乐世界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你不管回向什么，一定要有回向极乐世界这件事，一定要有把这个摆在最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个这个这个文呢，是历史上目前所看到所有资料里写的最完整、最感动、最殊胜的。 就是这个文，所以我今天这个这个就啊，大家回去哈、啊，把它保留起来。做功课的时候，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啊，就可以啊把它拿起来念哈。它、啊、这个文很容易懂，我不用太多解释，它这个很容易懂，一看就懂。好、啊，那那个那个就按照随文发愿，随你的文啊，随这个文你就诚心发愿，不是只是念过去，你要。 啊，从他的文当中啊，慢慢一直看过去，然后随文入观哈，随他的文呢，你就啊就就一直保持着跟他的文一起发愿，这样子哈，每天都至少，如果能够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做一次，啊，如果你时间不多，就练小净土文就好了。